应该是痔疮，有点严重了，我看到那个青蛙啊，呱呱呱呱呱呱叫啊，叫的时候哇，那个嘴巴啊，那个鼓起来了，呱呱呱呱呱啊，就鼓起来了，呱呱呱呱呱呱啊，就鼓起来了啊，嘴巴那边，腮帮子那边应该是啊，腮帮子那边鼓起来了啊，呱呱呱呱呱，腮帮子那边就鼓起来了，哎呀，那个小时候我们看到那个，那个青蛙和癞蛤蟆啊，青蛙和癞蛤蟆两个样子有点像啊，但呢我们对那个癞蛤蟆基本上不碰它了，比较善待，癞蛤蟆比较善待，但那个青蛙好像也许人抓不到摸不到吧啊，并不太怎么善待那个青蛙，而且呢有的人呢那个有的人还抓了青蛙，把它肢解了卖，卖那个青蛙腿啊，现在青蛙，青蛙要找上人来了啊，找上人了，找上人了啊，他想他因为那个呱呱呱呱呱呱叫啊，那个叫啊，他天天要叫啊。但是一叫以后就被人家发现了，所以呢现在他要躲起来叫啊，躲到人抓不到地方啊，叫啊，要躲到人抓不到地方叫，这样他就安全了啊，这样他就安全了啊，我们只能对他说对不起啊，应该大家都来善待你啊，应该大家都来善待你啊，应该大家都来善待你。大家都在善待你，你的长相同大癞蛤蟆差不多啊，癞蛤蟆人家不碰啊，不碰它，实际上人家能够做到对待癞蛤蟆一样对待你就可以了啊，你这是你的愿望，和我告诉大家啊，让大家啊对待青蛙要对待癞蛤蟆一样，不要侵犯它，不要侵犯它，它只是有时候。呱呱呱叫而已啊，叫而已啊，只是叫而已啊，我们要懂得欣赏，要懂得欣赏啊，说懂得欣赏一个，他那个青蛙反而不叫了啊，不叫了以后啊，腮帮子那边就没那么鼓了啊，没那么鼓了，两个，也告诉大家啊，不要去捕杀青蛙啊，就是大家不要捕杀青蛙。说了那个不要捕杀青蛙，慢慢离开了。有的人用钓鱼竿子钓那个，故意啊，让那个青蛙上当了啊，勾在那个鱼钩上了啊、所以啊，这个都是人类的错啊，都是人类的错啊，都是人类的错啊，钓在下面啊，都是人类的错啊，是人类错了啊，人类错。我替大家，我替大家都想那个，青蛙道歉，对不起，是人们做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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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一道歉以后，我们也会将来，也会告诉大家，要善待青蛙啊，善待青蛙，善待青蛙啊！说完以后，青蛙接受到这个信息以后，接受到这个信息以后啊，就慢慢离开了啊，离开了啊，青蛙的灵魂离开了。好，知道，知道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